是打了一个嗝而已，彤彤还是可以吃的。彤彤想吃胡萝卜，想吃灰阿姨好。彤彤想吃胡萝卜，可以吗？这么明显啊，昨天都没有这么明显，今天老明显了，这个洞。谢谢几个三十个十年级的抓抓，有中奖吗？有中奖吗？十几个。
头痛出一巴掌，把你从梦中拍醒，赐你一个大嘴巴子，赐你一个大嘴巴子，快有本事来吃。不用那么多，你先来几本魔法书吧。不用8000，不用3000，不用1000，只需要一本说书，好吗？都太多了，统统都要吃不起了，一本说书就好了。一本书书都给不起吗？没用的废物，一本书你都不行，还在这里竞价呢。我看你就是个口嗨的怪物，一个月工资有没有3000？给姐姐舔脚都不配吧，没用的臭东西，吃你妈的。一个月工资3000，出价100块，给你得瑟的。臭东西。这么趴着真的老累了，快爬出，爬出病来。
牙膏，在干嘛？谢谢涛哥哥的飘飘，谢谢涛哥哥，涛哥哥顶住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这个洞好痛啊！
痛，腰痛，不能穿娃娃，不能穿娃娃，穿娃娃，穿娃娃会，穿娃娃会疯掉，彤彤，不能穿娃娃，不可以吗？哇，感谢亚米娜哥哥的6个月的零钟。感谢宝贝，非常的1个月的，真是，好累。就是不一样了，它就是不一样了。
再说。总感觉那个今天的脸胖胖的，有没有啊？真的总感觉这脸好胖啊。真的胖胖的。二哥哥的叔叔，记得联系一下，彤彤的米哈哈，联系一下小助理哦，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，顶住哦，不二哥哥，叔叔，彤彤喜欢吃叔叔。
嘴唇吗？嘴唇。这个点钟就好像突然，还有十分钟，好像突然。一到这个点钟，好像突然，主播都不理人，没有说话，你能听到吗？再点外卖，好饿。肚子一直在叫。